Hi everyone, I'm here with my mother. I decided, well, she suggested that I try and do her makeup. I'm gonna be speaking Chinese because she forces me to speak Mandarin most of the time. I'll be speaking like a banana, which means that I'm yellow on the outside and white on the inside because I speak English and I'm more comfortable speaking that language. So I'll be forced to speak something that I'm not very good at. So here we go. 好了，快点啦！你想要做什么？就我等一下去喝下午茶。下午茶 OK， 你想要什么？要画起来要漂亮。 要年轻，你就是我们要先用 primer 好不好？你知道 primer 是什么吗？什么东西？就是说你的化妆不会掉。好了，可以。OK。难怪我没放这个，每次我的化妆都掉了。Foundation 怎么中文怎么说？粉底。粉底 OK。嗯。要擦够啊，会不会太少？你想要擦多一点？没有啊，有一个地方还没有涂到，不是吗 ？After foundation is concealer。 好了，很美，那就这样子涂去就好了。我等一下要去。Okay, we're done. Okay, 快点。Okay， 你眉毛把你自己那个 tattoo 对不对？以前年轻的时候。对，然后现在变成绿。很丑啊。你干嘛去弄 tattoo？ 还有就是不知道被人家骗去啊。 弄这个害我哭了2个月，因为拿不掉，我哭了2个月，真的、哦、花了差不多10倍的钱去把它 remove， 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哦。所以不要弄 tattoo。你小时候都是我帮你画的、啊，对，可是我现在变比你还厉害。等一下，你帮我画丑，我就掐死你。怎么？这就叫 beauty blender， 然后你就要喷水。 你这样子弄湿就会比较 blend 比较好，你知呀不？不知。嘿，你就要这样子哦。然后你看上面，这个叫 baking， 所以你下面那里就不会掉了，然后会看起来比较亮一点。然后我再帮你放。 eyeshadow 我自己选的颜色，就像这样子，反正就是自然，对自然的颜色。对，我先用一个最浅、最 light 的颜色，对不对？浅的颜色，然后你要拍一下，然后你闭眼睛，然后你就把放在你整个，放在一个比较深的颜色。你是喜欢哪一个颜色？这个还是这个？随便，一个粉红还是这一个？ 粉红色好了，粉红好比，然后看啥？妈妈，你知道一个东西叫 contouring 吗？嗯，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东西 ？contouring 就是把你的脸看起来比较瘦。啊 ，OK。Hoola Quickie Contour Stick， 旁边，上面，因为你的 foundation 太白了，这个有 angle 的 angle， 然后再喷。 很凉哎，那么麻烦？没有那么麻烦，很没有麻烦。我用这个腮红，这不是粉，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一直在说这个那个，因为我不会讲。So good。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highlighter， 妈妈 ，highlighter 就看起来你的皮肤很亮。你上次就是问我为什么皮肤那么亮，就是因为我用 highlighter。嗯，好了，快点弄。 就是放在这里上面，因为你笑，就是那个灯光就弄到你那里，然后你再把它 blend。Overall powder， 然后我帮你放一点点 eyeliner， 所以你想要亮一点的眼睛嘛，还是不要 ？This is called the high brow。 就把你上面那个眉毛就看起来比较翘一点，比较高了哦，高一点。那个你老了，那个皮会掉下来。嗯，然后化妆比较难嘞。谁？我。嗯。为什么？因为那个皮肤比较难放。等一下，画得很丑，我杀了你！不要，很美耶，我很厉害耶，拜托。道. Let's see what she. 好醜啊！哎呦啊，很美耶！有啊，啊好醜！有啊，哪有啊？很美耶！是吗？你每一次都化妆就这样子，我给你看镜子，这个不 accurate。哇，好美哦！好醜，好醜！哇，我的眉毛！哇 ！Oh my god！ 我的眉毛太黑了。 没有啦，哪有那么丑？你不习惯种的眉毛而已。Oh my god, she's not happy. But whatever. 很美啊，拜托。Oh my god, I don't like it. Too ugly. Bye bye. Okay, see you guys. Bye bye. 太丑了。Ow. We're done with her makeup now. She's happier now. No, 没有，很丑。有啦，很漂亮啦！你不要只能把你的那种eyebrow太丑了。你没有习惯而已，因为这是美国样子的眉毛。Okay, thank you. 很美，很美了。It's really good. I'm good. She's in denial. Okay, bye. 我跟你讲哦，刚刚其实我是开玩笑的，画得很漂亮，谢谢你，我要去喝下午茶了。哦，真的很美，谢谢，谢谢 ，Thank you。